像一个，还是放在地上，还是拿在手里啊？这个是歪的，你这个。那歪的也没办法，你手里拿着好，容易晃动啊。没关系啊，你看的时候不是很晃就行了。Oh my god！ 173，69。哦，谢谢啊，我要买东西。嗯？买药。我亲戚家，那么他说他们家小孩子不舒服。久啊，没有人走来走去的。我们要不要去文皇那里？应该去那里，走进来路一段啊。啊？嗯？我们要不要去外面走进来路一段啊？可以啊。太晃了啊，叔。没关系呀，你不要晃得太陡了它就行了。像我那拍的那个。